我今天允许你嚣张一天。为啥允许我嚣张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哈，用不用我跟大家讲讲，让奶奶做个见证？哈，你干啥啥坏事来着？哈哈，你看他妈，首先就说干啥坏事来？我妈过年给他3000块钱压岁钱，他都没告诉我，今天被我发现了。那是给我的。那你是不是得通知我一声？再说了，我不是想带你去买件衣服吗？我一件衣服能花3000块钱吗？而且那时候我都说了，我而且我都说了，我说我都告诉你了，你自己没听明白呀、啊，是吧？那天爸还在那，然后说我说我这点小钱我看不上，我有，你不相信你奶奶，你赖谁？那谁哪知道你有，你还能有那么多压岁钱？我今天让人发现了，你这说，我说了今天允许你嚣张一天。你办啥事儿？没有，我还寻思干啥坏事儿了呢。3000块钱就嚣张一天，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？咋的？有点啥？刘亚明说。嗯。缺德，上梁。你说这？你看，你弟弟都说了。刘亚明，等着啊，刘亚明，以后你好日子，我跟你说。缺德，很丧良心。那和缺德能联系上吗？就至少要让我嚣张三天。三天。这也不搭呀，你说这大娘。3000块钱就买一天，有点太不合适了，至少三天。啥、啊？我这两天，我就说，我说，哎，我说我这两天钱都花哪儿去了？然后他说我帮你看看吧。结果一查，把以前翻出来了。哎呦我天，没藏着，藏哪儿去了？不，手机里有记录吗？这就告诉你们，以后转账真的这还现金保险点儿，是吧？下回让丈母娘拿保险拿快递给你邮回来。有点太缺心眼了。杨大伟啊，弟，快给你老丈母娘打电话。咋的？你说我还没。误了，让我3000块钱，让我嚣张一天，就持平了。啊，误了也10多天了。误了10多天了，误了也啥就是，误10多天你都不交差，你都花了，都花的差不多了。那是谁告诉你都花差不多了？那不还有吗？还在那。天天，都不要咬他，咬他。这家可倒好，今天中午我要吃面条，我吃面条，我说行，那你就告诉他给我来3000块钱面条得了。摆宴席啊，3000块钱面条，暗示你，人家说哪有这样吃面条的？我说我要吃面条，我要吃3000块钱面条。后来一想，我也吃不了那么些，还是留点钱吃点别的吧。你要不人家那个人就得打点住。嗯，3000块钱能吃300碗，就是啊。你就想着那三百碗，你什么时候能吃完？为啥能有那么多碗？让你吃的这辈子不想吃面条了。本来我也不怎么好面条，关键是没藏住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不像玩旧，那整的太邪乎了。变成现金，你就可以藏住了，鞋壳了里，柜子里，家具后院。我是不是告诉你？我是不是告诉你了？你自己你不相信？你又没说钱哪来的？那谁哪能信你还能有那么些钱？你怎么的？给你哥扣那么大帽子？没有哥，我说你帅。怎么的？我说你呢？是不是有意见？刘大姐，你说你哥现在谁不知道啊？谁是一家之主不知道啊？我嫂子是一家之主。就这么熟，还坚定自己的信念？你挺坚定啊你啊！啊，孩子这么大了，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啊！刘亚明，一会儿我还带你斗地主。一共两个人，你排老二。昨天赢你40-50块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还在那儿。你输50多吗？你们我不是让你坑的吗？哎，不告诉你了吗？一共就俩人，你得排老二嘛。对，没有是吗？是吗？啊、哦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说是不是？六。